跟随我的镜头，欣赏戴维利奥无语而喷停，欣赏 跟随我的镜头，欣赏戴维利奥如何作品。
没有高深的技巧，没有深邃的思想，没有艺术的概念，也不可能画出当代主义。当代主义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普通人想象的随便画，不是那样，照样是有思想，有艺术手法，有总体艺术概念，跟随我的镜头看整体。